笑的。这个头怎么绑的？嘴巴在那个胡萝卜上咬过来咬过去，就是咬不到胡萝卜。角度不对，切太大了。乌龟喜欢吃胡萝卜，不知道。这种陆龟肉是草食性的，巴西乌龟就是杂食性、肉食性。听说你就活起来，很棒棒。不吃饭就觉得睡觉了。这个大龟头挡住正好，那个活东西用录影的就最好。断了，胡萝卜咬断了。那是青菜。都没看它咬就咽下去了，它咬断了，一直不停地吃。它什么时候咬？什么时候咀嚼呢？奇怪。有是不是？什么时候咀嚼呢？那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月吃的，自从缺食，长大一定早就关了。